1966年，天再淡，幽银化石侵染人间，天地大劫。幸有侠士破此天劫，百年转瞬即逝，而今时灾再现。石轮公守人间千年，观石轮仪轨，探天地动向。我就猜着了，但凡跟着风中传来的这半截曲子，就能找着你。曲子只有半截，可不怪我，我就恍惚小时候听过，翻来覆去这么些年，连梦里都听不全，这是天意。你就委屈点，听半截喽。你昨夜又做那梦了？这回你看清那个吹曲人的模样了？没，梦里还是大片蓝光，冰面似的通路。于西，我和你说，那楼宇就像个巨大的机巧，到底是什么地方呢？说不定和我的身世……好了，别再想了，反正只是个梦。啊，哎，也说不准我梦见的实际上是禁地里的那大机巧，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小时候见过，你师父怎么就认准了我能修好？叫你修是信得过你，莫问东问西的。你快下来吧，师尊要我找你，让你回禁地呢。说修好了就让我离开，我看我这辈子都得耗在这儿喽。阿良，依我之言，去将此物开启。弟子于西见过师尊。师尊，这是让阿良。于西，记住你的身份，与世间任何人的牵扯，与你都是不幸的开局。你可还记得石轮宫与你的使命？师尊，好端端的，您怎提这？禁地内所藏之物，事关天下苍生，但眼下禁地恐已不安全，待阿良开启，为师将取出。果然在你们手里。欺世盗名，提什么天下苍生？果然就藏着里面。哼，今日星鬼刻盘，物归原主。大胆！结阵，光明真言。于西，尊者。星鬼刻盘绝不能落于他人之手，快毁了他。嗯，这是发生了什么？可恶，只拿到了一块。你竟打碎我族圣器，你可真听话。这老东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该死。什么力量在帮你啊？魔尊皆反诏，血肉尽为供。在下天玄门殷建平。你们两人怎么可能出现？生死逆旅，莫非这技巧就是石轮仪轨？石轮宫竟罔顾生死轮回。今日我毁了此物，替天行道。来人，这是石怪，怎么还能照出这怪物？阿良，当心，别与他们纠缠，抓住时机就快离开，稳住阵脚，
就像平日那般去战斗。这是我的力量。哼，这点本事让开吧，你背后的不过死物，你打算用命来换？我修了这东西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年，头一回知道它的名字，东西就让你拆了，这不合适吧？阿良，看来今日是不得善了啊。也罢，生死都是你自己所选。哼，好大的口气，这几个杂碎就交给我吧，来试试我的飞行神剑。群蝼蚁，好，好厉害！名不虚传，不过再厉害也是往昔之人。胆敢逆诉生死轮回，我且看你们日后都是什么下场。总算走了。对了，多谢两位侠士，在下尉迟良，敢问二位。小兄弟，现在可不是说话的时候啊，回应我等的十轮之力已经不多了，我们日后有缘再见了。十轮果然依旧在转动啊，但居然选中了你这么个人。就这样都消失了。尊者，于西。阿良，你手臂上的印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切记莫要失于人前。尊者，天道往复，世事无常。师尊快别说话了，弟子这就给您疗伤。于西，无需再费气力给为师疗伤，此乃天命。于西到为师这儿来。师尊，为师为你们安排的去处，而今看来已不能再去，你需将阿良带去三眼地区，面见不动尊者。为师大限已至，你一定要谨记你的身份和使命。风扬雪兮，路遥寒凉，心乱时轮，宿世皆生。于西，我记得十轮宫内有记载日食之兆，为什么特地记载这些事儿？我梦里多出的片段里，那些人也提了日食。日食是天兆，是不祥，会带来灾厄。至于别的，你还是别想了。哎，你的手臂
那印记啊，这印记怎么在发光？难不成尊者是怕我成了这引路的灯笼？快别胡说，我看看。谁？你是何人？今天就是只飞虫，也别想在这污秽地界进出。何况你有这么双金瞳，来此定有所图。你就慢慢叨咕吧，依依可不等你。三十六计，走为上。哎，白头翁与那呆子像有同一种力量。你们又是什么人？和他们是一伙？于西，是那些人。哟，原来是石轮宫的杂碎，没想到居然还有活口。嗯，这两人是石轮宫的。什么？此人这般说话，难道是说我师门内的人都已遭遇不测？哼，这可不是我干的，是你们宫里的人启动了什么鬼法阵，奔着同归于尽。哼，倒也算条汉子。你俩看样子是侥幸逃过一劫，但你们的命数也就到这了。小的们，给我上！俗话说，今日，哼，还是先看清你自己的命。他们这是在说什么事儿？姑娘，我司职助游，可以为战友治疗。现在我先替你疗伤。依依的伤口不疼了，而且依依的力量好像还变强了。于西，你把自己内息中的灵气渡给了他？这是我的天赋，你也有自己的天赋，不如借此。这样啊。天赋咩？有的，现在起来一战，就挑你了，算你走运，正好在依依面前呢。哼！死不全种。就是现在。遵命。姑娘小心。姑娘切莫于此，我能操控灵力。再是现在就由我们来。啊，你赴汤蹈火。哟呵，倒有两把。正有此意。这厮身手好生了得。于西，别冲动。跑了，居然还带走了那金瞳的。哼，给我。白首，你啊，那个金瞳出现了吗？白首为什么？圣女大，你去找新鬼客盘碎片吧。天地之律，万象之变。
两位姑娘跟着我们一就是认识我父亲好姑娘你在阿良包里放什么了我阿良快这是什么药丸哈阿良我没包这是哼一变强说了一奇怪包里没多谁跟着你们了这姑娘小不点儿我都哎阿良你是怕那白手通风报凡事还你们是要去三爷这你这话依依可不爱姑娘那就别指于西别啰嗦了咱们现在可算自己人了这就出发吧这队伍名听上去怪怪的哪怪了这可是大走了走了我们哎于是那儿通向再往北再往北就妹儿小不点儿你知道了依依追啊山洞内有都说怎可依姐姐等等妹儿糟了沟通一只于西现在我们要怎么右边两只雷属相的交给依依依依的岩属下面这只属相还没结束果然有奇效只怎么会这你们二人请于西一绝幼崽叶痴被我们杀死前我们要把夜痴纵是山精鬼魅也有你们俩记哎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方才战夜现在正好用力差兵刃也需用提升淬火阶数可以开启兵刃上的铸魂槽你的天机尺
样你就能。于西，我睡不着。你是在当年师尊来日？尊者他再说。我知道。于姐姐，怎么了？依，若是再遇见叶依，没什么，只是我呢。你们俩又，哇，你们俩这。而且隔那么远，这小咩大致也能猜到依依之前经过这村子的。贡嘎村是入三岩地区必经之地，莫非那些面具客发现了什么，先我们一步去了三岩，路经了。依依，你是多久之前到的这儿？大致是什么白拉姆节半月前啊。玉芝哥，你的手臂在发光。这印小星星上回这给我一把。小鬼，我等自己。阿良，有危险的人，想必就是那位姑娘了。试试这个。我是光属相，可以克制暗属相的敌人。这只石怪，于西，看我来用这石怪练把手。成命。哎，总算无需言。这跟几位身手到。你笑。啊。得亏英雄相。
不客气，不客气。这世道离开天覆地载。于西，于姐姐，你看来失落。优先生，哼，我知道你专心黄衣，炼化鱼，哇哦！这会阿良，不动尊者，阿良。此处你们来的正，弟子领命。慢啊，这是这快舞蹈。杀，当心石。这邪物好生危险，你们都靠后，一来用护卫掩护大家。一小会有问题的，盯住。杀就要释放，十轮成命。死不全种，还没结束。还没结束，一
于西！啊，去死吧！果然，尔等来此，尉迟良，既然来人是你，你须寻回新鬼口。初，蛙黄降华分，混沌淡浮息，属幽吟之境，眷足念化罗侯。三皇创界名曰冥，冥霭，定土，化荒城。蛙黄及罗侯，天目合，幽吟绝。伏羲自于蒙寺，九黎入化荒。角秀未旦，药灵安藏。迟良，而今众生已矣，世人皆以为传说。然而今汝等已知，罗侯之属确存于世，天目洞开，幻城降，罗侯现，天外幽吟将灭世。祖罗侯重临之重任，便交予你们了。尉迟良。望您与于西相伴，一道寻回星鬼刻盘，我会教你真正的石之力。从石轮中出。是谁找我？啊，是您。我也觉得青罗咩，不动尊者石轮逝者已。尉迟良，你须谨。什么意思？天玄门殷建平前来助阁下扶危济困。我叫西维亚，请问你见到我家主人了吗？
我手臂上石轮。这么说来，自然那是什么？尉迟是百，正是他。啊，此事。于西，此番不动尊，你怕况弟子官宦不动尊者那世间我好了，你记住。浪猫上方，哎，不是你们家的，嗯，东西多不免，嘿，我看着，嗯，现在，嗯。我上阵，阿良。那我，本公主出马，手到擒来。这是雨，这雨灭在悬崖上，这就交给。我是雨氏，擅长演。拳肘，果然，天地之律，万象之变。愿尽绵薄之力。
法阵就这儿的妖物是在交给我们吧。此处妖邪多为暗属相，我可将自己的属相释放，化为领域。竟然还能这样！魂剑相与。魂剑相与，还有呢，鱼在这儿呢。啊，请你给你们的这样啊。父王，我一定会守护好大夏国。九音。嗯。主。那此事。嗯。小姑娘。嗯。哼。于西。嗯。嗯。看来确实是你的母内，你本已因为。看来我的主神韵原来如此。竟是领悟的似乎。阿良，没错，一也。地上有本书，哎，传说中啊，没什么，就是没。这到打开的瞬间，咩啊？我们之前做咩啊？哎，谁？一，快别，阿良，我们雨熙。雨池哥说：“叫他什么好呢？”